中组织条例的这个草案，这个当挡箭牌，是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让台湾的人民认可的地点作为出放的地点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说何佩莱要继续存放在莱茵。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没有享受任何台湾核能发电工业给予的利益，但是我们就要承受你们2000多万个台湾人民最糟糕的垃圾，而且30年。那么我们的诉求是要跟先辞条例脱钩，核一核二厂核三厂先除役，让蓝宇的核能废料尽速的被运除到已经除役的厂区，一直要等到台湾的所有的核能的这个进行都停止，